近期，林允现身机场，身穿拼色羽绒服搭配透视纱裙，下面再穿一条黑色打底，脚踩白色运动鞋，穿得这么简单随性，这是要做机场清流还是泥石流啊？一头长发凌乱的披散在肩头，戴着大大太阳镜，斜挎黑色小包包，素颜现身的林允真的是太吓人了，没有眉毛，脸色苍白，面容憔悴，我的妈呀！离开 PS 和化妆术的林允真的是没眼看了，拉近镜头看更尴尬，难怪网友会说吓死宝宝了，赶紧化回浓妆吧，星爷怎么就看上他了，你觉得呢？还有人觉得林允不化妆跟鬼一样，虽然言辞比较过激，但是真的挺贴切的。再来看看画着精致妆容的林允是怎样的，紫色雪纺上衣搭配牛仔短裤，外搭一件拼色针织开衫，挽起下衣失踪，凸显出纤细修长的美腿，高扎马尾，坐在月亮上认真歌唱的少女林允朝气十足，白 T 恤搭配牛仔外套，下身穿黑色紧身裤，脚踩黑色运动鞋，戴着优雅圆檐帽的时髦美少女林允有美到你吗？黑色蕾丝透视上衣搭配黑色的高腰休闲裤，脚踩黑色的一字带高跟凉鞋，凌乱美的侧分发型，简单干练又不失性感女人味的一身穿搭，抹胸蛋糕裙，超高腰线衬的身材更加的高挑，侧分大波浪卷发，画着甜美妆容的林允化身为甜美小仙女，超好看的。棕色的针织连衣裙搭配灰色的大衣，脚踩小白鞋，侧分微卷发型，简单舒适的同时又保证了温度。黑色上衣搭配格纹外套，下身穿皮短裙和黑丝，脚踩黑色的长靴，时髦中又带有丝丝少女的俏皮气息。